开传媒群有 OK 嘅。开咁啫 ，sorry sorry。好嘅，好嘅。咁安啊，各位傳媒朋友，咁警方咧而家就住啊元朗區一個爆竊嘅案件咧，會進行一個簡報會嘅。咁咧，我哋企喺中間咧，有我哋嘅元朗區情報組嘅督察陳家熙，喺佢身邊咧就係呢個案件嘅案件主管陳慧思，都女督察，麻煩你。大家好，我係元朗警區刑事情報組主管陳家熙督察，今日邀請大家嚟咧係就住警方破獲一宗天水圍的爆竊案做一個簡報的。案件就發生在2020年的11月19日，即是大概一個星期之前，早上11點鐘。地點就在天水圍天晴村晴海樓一個單位，受害人獨居在上址，不過案發時間他就上班。當他收工回到家之後，他就發現他家是有搜掠的痕跡，雖然大門是沒有被人爆到，但是在客廳的一個隔萬就不見了。這個隔萬裡面就是有36萬港紙和一隻價值5000元的手錶。大廈閉路電視就顯示有一名男子在這個案發之後就用一個手推車拖著一個方形的大箱就走了。我們警方接獲報案之後，我們元朗警區刑事情報組和天水圍分區特遣隊就作出一個深入的調查，就包括有這個翻查大量的閉路電視片段、情報分析和做這個背景的調查。我們很快就鎖定了該名男子的身份和他用來運走這些失物的賊車。我們在2020年的11月25日下午大概4點鐘，即是大概兩日之前，我們就在屯門區就將一名涉案的男子在他的工作地點外就拘捕，並成功就在他的私家車上面就起翻現金20000港紙，同埋在他的住所找到一批懷疑是他犯案嗰陣著嘅衣物。咁呢一名被捕人就是一名中國籍男子，29歲，揸香港身份證嘅，咁係一名貨櫃場嘅工人。咁我哋警方調查得知其實他同受害人就是同事嘅關係。咁我哋相信早前佢咧就係喺受害人嗰度咧就偷走咗佢屋企嘅鎖匙，我嚟做今次嘅犯案嘅。咁而家呢一單案件咧就交由我哋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繼續跟進嘅。咁我哋警方想做一個呼籲啦，爆竊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罪行，一經定罪咧，最高嘅刑罰咧係14年嘅監禁。我哋呼籲市民咧，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咁我今日嘅簡報係咁多啦。問題現場。Madam 你好，星島日報，想問裝款會唔會得翻嚟？我哋而家暫時起得翻20000嘅港紙。明白。咁知唔知道點解要存放咁大量現金喺個屋企嗰度？呢個仲係我哋調查嘅。OK， 唔該。仲有冇其他問題？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今日嘅簡報會就會完結啦。唔該曬各位。仲有少少證物，證物嘅話咧就麻煩啦，可以落嚟，係啊。